今天我们又找那个京东快递进来收货了，今天发了多少货，先拍个照，留下证据。你看这边一斤的是，一列是六，然后大概有六列，6×6=36，加上这上面三个，1、2、3，那就是39个，半斤的。这先拿到这里，前面。一列是有8个。324个半斤的，这个整箱你数一下，这个小面包车还挺能装的，人都装起来很快。发现我在这赶货，对不起。我负责记录一下。24，对的，好的。你到单子那个看一下。好，把昨天我们买的礼盒也把它装回家。发完货，来吃点稀饭。够吗？两个人。少弄一点好了。你要吃多少？也就这么一点了。你妈卤的牛肉啊？还可以。真的不错，很好吃。嗯。叫你爸也再吃一点吧，肯定没吃饭的。切了一点卤牛肉啊，然后再倒点油墨汁。都倒完啊？倒，留一点，留一点，留。不用不用，都倒完了。先赶紧吃点稀饭，吃完稀饭我们要去市区里面看车，想买辆新车的，因为之前不是说结婚的时候买辆车嘛，是吧？开心死了！看车之前是不是得先洗个头啊你？不配吗？不配，等下销售不理你了。再洗一个。我们两个人就一人一碗稀饭，然后你看，吃了这么大一盘牛肉，这么大一碗油焖丝，还都吃完了。好了，我去洗头啊，我要不去房车里面洗啊？必须得洗嘛，不洗也行吧？洗一个吧。兜里有钱，为什么要洗头啊？出发前我再处理一下网店的售后，不然等晚上回来就得很晚才能处理了，很多人又要急了，因为。后台积累了一些那个对话信息，1320。你这手机不能售后吗？手机很麻烦，他查订单不好查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所以有时候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很多物流会卡在路上，时效很慢，有很多人要查那个物流信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是这样子，您在我们店里有买了两罐那个500克的核桃仁吗？然后我快递跟您说是丢了一罐，对吗？对，他拍了张照给我，因为我听说了你小豆啊。对，我是小豆，对，是的。好，那我这边先给您补发一罐吧，你看怎么样？就是原来的地址。可以的。然后。哦，你们苏州，对对对，你们苏州可能是暂时可能发不过去，因为那个疫情防控。物流不能发，我干脆就缓一缓吧，你到后面通了再发给我也行。哦，那行，那就是，那他之前的，您一共是有两罐嘛？那有一罐丢了，另一罐他又给您送过来吗？现在还没有。你电话里跟我说，他说晚一点我会给你送的。啊，对对，你让他那罐先送过来了，完了等就是您那边就是疫情防控差不多了，然后您给我个电话，我再给您补发一罐。好好好，好的，因为之前我买过好多次了呀，然后呢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对，然后我今天觉得很奇怪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就是怎么讲呢，没事不会坏的呀，那么轻。对，其实最近就是
因为各个地方疫情比较多，然后他们可能快递都比较乱，然后很容易丢啊或者遗失啊，这种情况确实最近很多，不只是您这一单，就是我其他也遇到过很多。哦，嗯，我还开玩笑，嗯，我说是不是你们拆了吃掉了？那应该可能性不太大，嗯嗯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好，嗯嗯，好，好的好的。哎，好，哎好，再见，嗯。一单一单处理的。还有一些就是油焖笋，明明是买家就是买了两单嘛，一单是六瓶的，一单三瓶的，但是他们发货的人就发成了两个三瓶的。增加了很多收购问题。对。哇，前辈今天咋了？化妆了都？被，就是黄着脸去，人家万一不给我介绍。拒之门外。对呀、啊。后面还有几箱顺丰的，我们先去顺丰发货，然后再去地铺看车。其实我是没有很想说买车的，就前面说一直要买是吧？你这个人真的是，我又没有说很想买，你一直说想买。我这个车也可以开，我那个轿车也可以开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这个人真的是。好，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吧，坦克500。其实坦克500我是盯了它有半年了，之前抢的时候也没有抢到。就现在很多买车都是用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要去订购的，预定的就是。那你不跟我说，你跟我说我就跟你抢呀。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刷到人家的新闻，我才知道。还有那个猛禽，那个福特的猛禽，那个就是那辆皮卡很大的，我之前一直跟你说的那辆，也是需要微信小程序订购，但是那个价格是真便宜啊。他去年啊、哦，好像是这个车要卖到七八十万了，然后他好像订那个，如果他是那个官方直营的话，就是可能只要五六十万就可以了，如果那个算上税的话，也就可能60万出头这样子，就是真的划算很多。你可以让网友收到消息了。给你私信呀、啊，早就来不及。我私信我是就是今天才看一次、就是，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提前，比如说过几天，大家有收到风了，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啊，提前跟你说嘛。那没有，我本身看中的就一辆是那个坦克五百，但是就是那运动版那个样子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猛禽嘛，我还是偏向于这种就是越野车。你呢？我都可以。其实不买越野车倒也行了，就是。买那个房车，其实我之前看那个他们魏航发的那个魏航发房车发的那个，有一辆就是重卡改的，但是就是价格有点超出我们预算太多了，他要138万，136还是138，如果算上税的话可能得150，那就是我觉得100花个100多万对我们来说就有点吃不消了，如果到100万以内还是能接受，就价格太高了，还是实力不够，得多存钱。那个，但那个车我真的还是蛮喜欢的。觉得你们安吉山里这个天气啊，就跟新疆一样，早晚温差实在太大了。现在我热得要死啊！对，现在我巴不得穿 T 恤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到了晚上，我穿那个睡衣，就是我在宁波家里穿的那个睡衣，我都冷，冷到心的，它会冷到骨子里面的。对，而且是晚上的时候，早上的时候都起不来，冷到起不来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四月了呀。我跟你说，有可能啊，山里湿气重也有点关系啊。反正就你们这里早晚温差实在太大了。嗯。安吉市区都没那么大呀。好天气啊，好天气！本来就是在前面这个饭店里办酒席的呢，现在要延迟了。今天再来顺丰发几个件。啊，这个是前已经收过的这个箱子，又拿了快递，这回一下就被我找到了，这个到那已经10天了，之前他们那个派件也弄不清楚嘛，结果一下子被我翻到了，这个是小番薯，有粉丝给我推荐，他说这减肥期间可以吃这个番薯，然后他说是他吃过史上最好吃的番薯，我倒要吃吃看，5斤30多块钱买的，是吧？回家再拆吧。